真好，唔好啊！啊，啊，这个是床那个床头音响。提出家己的宝贝，家庭达人张维高是欢喜的向大家问好，并介绍这卡配上扩音机。这个拉链打开以后，以后要做小小的维修什么的，也是很方便的。哦，这个拉链的这个完全可以打开做改造。哦，我希望这个东西啊，有更多的登机箱给我。派去的配箱、音响、甲扩音机，原本是已经无任何的功能，但是经过家电达人的双手，唔仅增加伊的实用性，嘛变成让人想袂到的创意电器。这个箱子本来是床头音响，我一次装两个，那效果就加倍嘛。我是用钳住的方法，把它完全跟登机箱密切连接。那么讲话播放音乐的时候才不会有杂音。不然这台配箱扩音机在这间工厂里面四个都看得到改造完成的创意电器，而且要延续电器的使用期限，张维高在白板顶头记得维修改造的机卡。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啊，不应该被当废铁。如果当废铁真的卖不到几块钱，几块钱哦，因为废铁现在没有什么用啊，我们就必须把它好好使用。无多使用的电器，就像像破病人啦。家庭大人唔能用父母的心来听笑，更运用智慧将报废的电器变成一件一件创意用品。用脚去看，用手去想，用心去做。我把这三句话记在心里面，如果只是用在那里计划，在那里要创新不动手的话，永远只是一个空想。利用万能的双手，除了家己专长的维修，对了难题，家庭达人也加了环保创意，充分利用每一个跨客无多使用的资源来继续延续电器的生命。张维刚也进一步表示，民众若是有需要，已经愿意为大家来打造创意电器。记者朱汝创报道。